Hello，我叫苏伟丹，然后我在台湾成功大学都市计划系念都市计划跟建筑。那我觉得这个建筑非常，他想要对 Algarve 这个地方的传统致敬，就是从材质、还有线条、形状，还有那个尖顶教是为了模仿当地的教堂的意象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建筑师想要用现代建筑的语汇来表达，来复兴这个地区的建筑传统。